弟兄姐妹早安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来宣告他是我们的诗歌，主你是我们的力量，哈利路亚。主你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你是我山寨与我救恩的宝藏，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，我主，你是我高台，你是我的坚固城，我要不住的感谢，因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我全心依靠你，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落泥，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诗歌，我们要单单的向你献上赞美，献上我们的尊荣和感谢。主你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你是我山寨与我救恩的保障，我的心要投靠你，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，我主，来宣告，你是我高台，你是我的坚固城，我要付出的感谢，因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我全心依靠你，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落泥，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，我要付出的感谢，因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我全心依靠你，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落泥，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。哈利路亚，我要付出的感谢，因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全心的依靠你，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落泥，你信实的慈爱，但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，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，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，我们要全心的来依靠你，因为你配受我们的大赞美，谢谢主，我们敬拜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山，我们今天思想大山小山都要发声歌唱，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第55:12，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。诗篇第114:4，大山踊跃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。诗篇148:9-12，大山和小山，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，野兽和一切牲畜，昆虫和飞鸟，世上的君王和万民，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，少年人和处女，老年人和孩童，都当赞美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，我们看见谈到说这个山，我们看见这里大山小山要在神面前欢呼来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要拍掌。为什么？关键是我们过去几天我们思想的，当我们看见山的时候，我们谈到
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是耶和华的慈爱，他的慈爱不离开我们。我们看到，我们也提到，当我们在山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领受登耶和华的山，我们领受他的教训，领受他的训诲，因为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训诲，我们经历神的恩典，经历神的慈爱，经历神的保护。我们也提到，为什么我们看见大山小山要在那里发声歌唱，因为当我们看见在山上我们向山举目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。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看见那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和华不打盹不睡觉，他保护我们要一直到永远。我们看见他的恩典，他的慈爱，他的信实。所以在这里，其实在大山小山他们发声歌唱，这个发声歌唱之前是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儿女经历神，看见山，经历神的恩典，经历神的慈爱，经历神的保护，经历神的引导，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欢喜快乐，我们在神面前欢呼歌唱。而当我们欢呼歌唱在那里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要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，也要看见甚至大山要在那里荣耀。我们看见好像公羊一样，小山在那里跳舞，好像羊羔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儿女经历神的慈爱，好像山一样，那一个慈爱坚定永远的慈爱，好像铜山一样经历那铜墙铁壁的保护，好像山一样那一个永远的不离开，那个信实以及他的帮助，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间他的医治，他的带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，不但经历这神这些的恩典，当我们看见山的时候，想到神的恩典，神的慈爱，神的保护，神的医治，神的信实。因此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欢呼歌唱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来欢呼歌唱。这里说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，不管是高位的，不管是低位的，不管是在上的是在下的，我们在神面前因着看见山首代表神的慈爱，山首代表神的保护，山首代表神的引导，山首代表神的训诲，神的教训，我们在神面前欢呼歌唱神的作为，我们在神面前敬拜来赞美。而当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，我们好像看见每一座山都在那里欢呼，在那里跳跃。我们看见每一个大山小山也都一样跟我们一起来赞美，甚至结果树的树木和一切的香柏树，甚至看见野兽和一切的牲畜，甚至昆虫还有天空的飞鸟都一起来歌唱。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，我们经历神的恩典，神的保护，神的医治，神的信实的时候，当我们欢呼歌唱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整个宇宙，大山小山，整个森林大树小树，整个森林里面的野兽昆虫还有飞鸟，甚至海里面的鱼，要跟我们一起来歌唱，一起来赞美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，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他。而当我们敬拜，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但是口唱，让我们心刻的来赞美神，让我们口唱心刻赞美神的时候，让我们看见不但是这个少年人、处女、老年人、孩童都来赞美，都一起来赞美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要群山要歌唱，小山一起跳跃，
我们全部就我们在耶路撒冷有回家的聚会，我们在那个聚会中间，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工作，我们看见神在特别在神的儿女中间，特别在以撒的后裔，就是犹太人，也是另外以实玛利的后裔阿拉伯人，当两边代表，特别两个代表，一个是代表夏甲，一个是代表这个撒拉，两个母亲他们彼此洗脚，彼此道歉，彼此和好，我们看见那个爱充满在那个中间的时候，神带领我们，然后我们一起在那里敬拜，我们一起，我们看见敬拜团在那里敬拜，舞团在那里跳舞，然后少年人一起上去，孩童一起上去，老年人一起上去，在那里赞美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众山好像一起在跳跃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那边啊，整个众山围绕耶路撒冷，我们一起唱诗，一起在那里歌唱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大山小山一起歌唱，一起来赞美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经历神的慈爱，神的信实，我们过去有很多的错误，我们看见特别在以实玛利跟以撒这件事上面，当我们承认这个错误，撒拉有错，亚伯拉罕有错，夏甲有错，以实玛利有错，以撒有错，但是当我们愿意回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的慈爱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前移，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。在以撒的后裔，在犹太人身上，在以实玛利后裔，在阿拉伯人身上，在夏甲，夏甲是埃及人，而在埃及人他们一起聚在那里，埃及的牧者，埃及的这些一起聚在那里，不管是以撒的后裔，不管是以实玛利的后裔，或者是埃及人，就是以实玛利的母亲，我们会看见我们一起欢呼歌唱，一起看见神的慈爱何等的信实，何等的广大。四千年前我们所犯的错误，祖先所犯的错误，在四千年来历代我们走偏的路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当我们再一次回到神面前，他平平安安地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进入他的慈爱的里面，我们看见他的慈爱何等的广大，他的信实何等的广大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相信神在这些年间要在我们身上，在神的教会中间，不管是我们个人，不管是我们的家庭，不管是我们的家族，不管是我们的教会，可能我们在过去的日子，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得罪了人，但是当我们愿意回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愿意与神和好，我们愿意悔改在神面前，我们也来到人面前，我们愿意彼此和好，彼此饶恕，彼此道歉，彼此洗脚，我们就会经历神的慈爱，像大山一样，像小山一样，不会挪开，不会迁移，就算挪开，就算迁移，他的慈爱也不离开我们。我们会经历，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看见来到神面前，神的话，神的教训，神的训诲要继续在我们身上，不但在我们身上，过去的错误，过去的罪，我们都能够经历他的恩典，让我们得到赦免，他医治我们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他救赎我们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至于我们要看见，当神的儿女、老人、少年人、孩童一起欢呼歌唱，一起跳舞，我们会看见我们周围的山，大山小山都要一起歌唱，
我们期待在台北四周围的山都要欢起歌唱，阿们。我们要看见在台湾，在我们的玉山，我们的这个阿里山都要欢呼歌唱。我们要看见在中国武夷山、喜马拉雅山都要欢呼歌唱，在耶路撒冷四围的山都要欢呼歌唱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宝贵的神。好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祷告一句，你们跟着我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。你不但是帮助我们的神，你不但是帮助我们的神，主啊，也让我们看见大山小山要发声歌唱。主啊，也让我们看见大山小山要发声歌唱。主，让我们也期待在台湾的每一座大山荣耀在你面前。主，让我们也期待在台湾的每一座大山踊跃在你面前，小山跳舞在你面前，小山跳舞在你面前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来施恩，求你来施恩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来赞美歌唱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来赞美歌唱，以及我们要看见万物，包含大山小山，都要来赞美你。以及我们要看见万物，包含大山小山，都要来赞美你。感谢祷告，奉主的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我们特别来祝福台湾省的儿女，众教会，我们天天欢喜出来，平安蒙神的引导，以至于经历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，使在台湾的大山小山都一起欢呼歌唱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仰望你，恳求主你来赐福，赐福欧洲众教会，台湾的众教会，欧洲不管是哪一个教会、哪个教派，不管在哪一个城市，大教会、欧洲小的教会，都要在主里面经历神你的慈爱，欢欢喜喜的出来，连平安的蒙引导。欧洲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。后转台湾的大山，后转要跳跃，后转小山要歌唱，却说我们赞美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主啊，你来工作，要在交在你的手中，小山大山祝福，后转祝福阿里山，祝福阳明山，祝福八卦山，都要来敬拜，都要来赞美你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所创造的一切都要围绕主啊在你的面前来欢呼来踊跃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再次我们为台湾的众教会，为神的儿女来献上感谢。感谢你过去主啊，你天天看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出入有平安，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你都供应。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你主啊，我们也特别为台湾神的儿女天天都能够欢欢喜喜出来，平平安安的蒙引导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让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主啊满足的记号。主啊，就是神保护看顾，以至于世人看见我们有神的同在。主，我们再次来仰望你，我们再次求神，你也使台湾的教会天天活在你面前，都在你的里面，天天来歌唱来赞美你。阿们。我们祷告，我们来求神提升华人海内外的众教会，在敬拜跟赞美上面能够真实用灵跟真理来敬拜，而且是全人来敬拜，是全体来敬拜，来敬拜赞美神。但愿赞美的声音，不管是老人，是中年人，是少年人，是孩童，都敬拜来赞美，充满在国内的外所有的华人教会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主啊，我们要含情不舍来赞美你，哦主啊，要唱诗赞美你，要跳舞来赞美你，哦主啊，要全人来赞美你，哦主啊，在灵里面，在真理的里面，都要来赞美，配得赞美，配得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哦主啊。
传统的教会，我们都在灵里面自由的心吧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在真理的里面被激发。哦，我们就用圣洁的方式来敬拜在真理里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做，继续做，更多更多，看见父神，主你要做荣耀荣耀的工作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赞美神，亚瑟圣殿，哈利路亚，谢谢我们，谢谢我们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大，该受极大的赞美。主啊，我们宣告，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。我们宣告，我们所有的华人都要来赞美耶和华。凡有口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。就像诗人说：“哦，赞美耶和华的话，必藏在我们的口中。”主啊，是的，提升我们的赞美跟敬拜，因为你是那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慈爱。主啊，我们要不歇息的来赞美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，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。主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大声的来向你欢呼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祷告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不管在台湾或者全球的华人，我们建造教会不只是建造一个增长的教会，我们也不只是建造一个美好好像很漂亮的礼拜堂，我们盼望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使徒性的教会，合一的教会，而且充满神同在的教会，以至于我们要看见我们各地的大山小山都要欢呼歌唱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主说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，谢谢耶稣，主不只是建造教会，不只是建造增长的教会，不只是建造礼拜堂漂亮的礼拜堂，主我们要建造合一的教会，荣耀的教会，使徒性的教会。哦，主啊，仰望你求你来，哦，主啊，充满你的爱，充满你的信实。主耶稣充满你的同在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来，哦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你，工作，主啊，主啊，仰望你，主啊，你来，建造合一的教会，欢欢喜喜的出来，谢谢耶稣，赞美，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求你的恩待，求主耶稣，我们看见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小山也要欢呼喜乐，主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仰望在你的手中，哈利路亚，主是的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宣告天属你，地属你，南北属你，哦主啊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建立的，哦主啊，若我们不发出一个真实的赞美，连石头都要起来赞美了，哦主啊，你配得我们的称颂，主啊，愿你来祝福我们，哦主啊，无论在台湾，在全球华人的众教会当中，主啊，我们都能够行在你的真理里面，哦主啊，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建造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，主啊，不只是一个真长的教会，不只是一个好像万观漂亮的教会，主啊，我们要建造一个使徒性荣耀的教会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，哦主啊，我们相信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父神，主啊，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哦主啊，让你的教会真真实实的发挥各尽其职，成全圣徒的时候，哦主啊，你的心就大得满足，哦主啊，你的心就得蒙悦纳，哦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也会看见一个很美的图画，主啊，就是在全球大山小山都要起来欢呼跳舞歌唱，主啊，因为都要起来赞美你，万民都要起来称颂你的圣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按着山上的样式建造你荣耀的教会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我要付出的感谢，因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我全心依靠你，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挪移，
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，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我全心依靠你。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挪移，但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。哈利路亚，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全心的依靠你，我全心依靠你。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挪移，你信实的慈爱，但你信实的